运势有三颗星呢，特别恭喜生肖属猪、属兔、属羊的朋友，在哪方面有好的运气呢？就在桃花方面哦。你会发现说有很多的好消息呢，会让你呢人逢喜事精神爽哦。不论是人际关系方面、财运方面，或者是呢事业方面，都会有一项好的一个缘分，所以要多加把握哦。